唔係呢個 ，sorry， 應錯人，應錯人，唔係佢，另一個我哋打到聽朝都未打完啦，唔該。喂，佢唔係佢，另一個。哦，喺喎，瞓坐喺度喎，坐喺度喎。等先，你唔好撩佢。坐喺度。哇！踢球整黐佢咯，咁真呢球真係做得好真喎！你睇呢個三分真係好真喎，我都俾佢踢到，我都俾佢踢到，真係好真啊！呢球演藝界嘅朋友，打波定靚好，俾人偷咗啊！而家俾人偷咗，好啦，有仇必報啊！我又 fan 到啦，肥佬報歐。七號真係好瀟灑啊！打波，即係阿毛啊，零零號再打波，冇人打到咩？俾細佬搞掂，哎呀！真係比較叉燒，你都食唔到落去啊！近翻唔都攞翻出嚟啊！哇！狗真係繼續打喎啊！冇乜嚟㗎，拍波其實，但係腳步又識喎嚇。但係佢身形絕對係有優勢啊，但係拍波冇力啊。但係腳步 OK， 即係個慢步做得非常之靚，但係收波又入唔到，即係要再改造下先得啊。係，就係咁都唔入，同埋本身佢冇氣啊，後上半場已經好明顯，都唔入啊！係，羅九，你睇呢場比賽片之後，杯葛我哋比賽咧。我覺得頭先六啊九有一下推佢啊，不過球證又推唔到。哇！五號，六啊九好運。頭先藍色走步啊，六啊九有推佢啊，不過球證睇唔到啊。如果睇翻 VR 就睇到啦。B 係啊，即係 VR 啊。喂，又俾人踢咗啊！球令。哇！呢個十七號今晚啊，應該係最 fit 嗰個啦，五中四啊，真球星，我只可以話俾你知啊，真係。三號同十七號打得最好啊！暫時應該就換羅九號。係啊，我都話佢。炒啊！羅九要走。哦，要走啊！原來趕時間要走啊！要夠裝要下場，下場有下場。俾一食。俾一下場，俾一下場啊！俾一下場。下場佢有。佢有下一場，下一個聯賽嘅比賽要走。你都知㗎，你有朋友。輸啦！輸啦！輸啦！拜拜，羅九。三分啊！喂，繼續。羅九聽唔到佢，再見唔到佢蹤影先。三分球，好一把。呢段時間佢又撐得住啊，但係攞住十分，其實打得唔好喎、啊。呢個陣會唔會係因為六啊九離開咗，大家心情有啲忐忑啊？佢哋要講大圍嘢啊，你聽冇？係唔講沙田就講大圍嘅今次，即係間佢講下火啊，火炭都得嘅喎。火炭都得嘅喎，我唔使講。土瓜環依家喺土瓜環。係土瓜環係啊，但係土瓜環食乜嘢啊？係啊，不過你係紅磡人啊，唔可以講土瓜環。土瓜環有好嘢食，我有豬食嚟，土瓜環食埋點啊？係米線啊，雲南米線最出名啊！雲貴村啊，係啦，雲貴村呢間嘢啊，但係記住我哋又冇收廣告啊，雲貴村。仲有一線軒啊！一線軒就麻麻地，要大啲大集團嗰啲連鎖店嗰啲唔會好多去邊嘅啫。講下咧，係大家樂嘅集團係啊。我哋而家做少少開始。
如果有興趣看我們的飲食節目，可以 follow 你家。你們好難答啊！一號人，兩個，好難答啊！呢個問題難答到選特首啊！我覺得。你下屆支持邊個特首？跟住你 A 咗成幾個鐘頭都 A 唔出。不要緊要，長波都要繼續打。不要緊要，打好啲。唔得噶，冇人觀啊。唔係嘛？你邊咁多人？哇！四分位俾佢咁樣瞄喎，爭啲俾佢搞掂。十一號 Viva 啊！佢唔會理啊，只要有位就射啊！呢啲啊，咖喱本色啊，叫做。打咯！零號都係有個空位喎，俾佢瞄啊，三分唔入啊，五號板。他們喜歡打快攻，是這個都是最帥的，那個髮型上面入了球兩分，那樣上面誰最帥？那真的要挑選一下男神才行。你不會說自己的，但是不會3號和17號是打最好的暫時。喂，青春哥5號啊，兩分走啊，17號板我一陣子給你，我做完還給你。好，十七號，哇！歐洲部想買去啦。嗱，最靚仔，我覺得暫時係髮型上面當然係三號啦。如果三色天鋪四次，面貌上面真係多好多喎。七號同十七號都幾好。4分09。係，同埋十七號呢球無私得滯啊！可以有自己一位上都傳俾隊友。哇！佢逼曬啦，係啊，自己上到嘛。他今天打得很好啊，五中四喎，三號仲犀利，六中五啊，兩個真係超級孖寶嚟嘅，36-25啊，領先嘅係利斯湖啊，水怪啊，我叫俄羅斯啊，你又俄羅斯，方塊啊，睇開喎，三號都攰啊，三號攰啊，攰攰地啊。三號同十七號都攰啊！五號啊，冇出過，我想出。出咗，係啊，出咗。中低。OK。佢中低嗰個射手嗰個唔係佢咯，記唔得啊？定個射手中低。記得啦，你唔好再問我啦。好啦。我同唔到呢個，你咧如果。嗱，我啲三號呢球罰球一定係醜。為咗令到你記得佢入波，唯有咁講。佢會選擇唔入咧，係唔想換就可以選擇唔入啊，係啦。嗱，唔使換啊。開啲啊！哇！哇！爆啊！15號係正常嘅，佢依家都迷失緊自己，仲喺場面迷失緊。15號係邊個？有少少。人球未合得個，係啊，咁唔得，更加要七號板。10-7。七號兩分咗啊！17板。哇！十七真係今晚打得最好，同你都係三號嘅，今次扣你啊！又助攻俾隊友，犯規啊！對啊，一號啊！哇！天台就有個來自呢、這個來自非洲嘅直播室啊！喂，呢個小組賽嘅直播啊！係麥提沙啊！麥提沙喺上面直播緊，好得意啊佢！唔係陳生，一講緊呢場波啊，佢話：哇，呢球已經自己上啦，點解助攻俾隊友咧？17號真係搏收啊！想係整一個鏡頭，唔該，你伸一伸個麥提沙先。係預產生嘅麥提沙。
好 soft 啊 ！Alex 俾翻啊，大佬，大佬俾翻老豆，老豆冇位啦，秒！我就中意讲秒字啊！冇电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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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住做呢个手势，系高少少，系啦，大只，即系咁样好大块啦，好自豪，好自豪。好，麦提沙终于收声啦，嗰边麦提沙话佢上面嗌得好攰啊。佢爆咗，佢玩咗佢。分数系37-27，大家头先麦茶沙有同我哋讲过啦，不过大家听唔明。好，两分炒啊，到篮啊，15号炒。十一。哎呀，差啲差啲，中国。防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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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呢球真系冒住生命危险啊！我哋又冲过嚟啊，争啲出事啊！冇咗自己隻腳，哇！8号三分炒喎，1号呢個1分鐘，好俾翻11号轉個靚身，但係哇！呢球係靚嘅，超級靚啊！但係佢有啲頭咯，幾號入啊？11号，係你自己啱啱先講完啊，最一定講，係。15号繼續迷失緊啊！我頭先個11号點解入得咁靚咧？因為佢高速轉身就我上到上到個波係好厲害。如果有人 mark 佢咧，應該仲靚。即係嗰個人會嚟一次反應去 mark， 因為佢條腰咬得幾勁。係有腰力，咁啊00号呢下真係上籃射波嘅今日算好差啦。6秒4。有一球罰球，00号，00号有一球罰球，係咪29啊？點解出緊呢個？頭先12分，跟住啱啱。39-28，領先嘅係李思湖啊，第三次。